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！现在打的是王者七星的排位啊，单排，看看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能不能挑战上王者的无双王者啊！我们这边是姜子牙、米莱狄、典韦、后羿，还有孙策。找死你！666，谢谢。人族再无需低头。你要干啥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干啥呀？为了啥呀？神明常忘己，亦曾为人也。打死你！我要死！我走！哎呦我去的，拍死他！可以。这是谁？上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哎，干啥？这玩的高兴呢？啥玩意儿？哎，对面也不行啊。我刚开始有伤害啊。耶、yeah? ！我怎么王者十星了？不应该是八星吗？MVP， 可以啊、嗯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嗯，都谁几杠几啊？强者啊，我们看一下，6-1、7-7、10-7、4-5、4-2，对面是3-6、3-9、3-5、5-6、8-5啊。给安琪拉点个赞，气他。OK， 可以。